开玩笑说他里面应该没有穿的，对，这样我会更害羞。然后透明的，你私底下有这种比较透视的？比较少哎、欸，可能要把那个身材再练一下，才会敢穿这样的衣服。极度积极的在美白，用就是美白的方法。我其实就是早上起床洗完脸，第一件事就先敷美白面膜，然后到晚上睡前第一件事也是敷美白面膜，但只有脸啦，因为身体其实有点难。那时候每个礼拜，我记得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他们还陪我去驻晒，吃完饭之后说、你们先去别的地方，我先去驻晒这样。对啊，然后记得拍摄地点又很硬，辛苦。要白回来，白一点点。谢谢，因为你太白了，所以我显得更黑。平常是会穿这样的款式。我里面其实就穿这件，现在。我是看不太到。我平常其实蛮愿意穿的，我接下来有就是要出国旅游的计划，我应该会买一件蛮像这样的比基尼。其实没有特别准备，因为当初看到剧本本来就有这个环节，然后觉得如果要就是诠释两个不同的角色的话，那就一定会需要这个桥段。那而且本来就很喜欢这个剧本，所以就是一定会做。所以不会怕难问？不会啊，只要剧本合适我都 OK。 这样有先想象那个画面？你看剧本的时候，多少会想象一下，就大概知道。你有跟男生好朋友，比如说乱闻过吗？没有呢，完全没有，也没有乱闻。对哦，是走这个路线的。